对，有的人很是没有办法了解哈。我说我只要画好这里之后，其他就不用去定点了，直接画出去。啊，这里延伸出去。啊，这里延伸出去，对不对？这里延伸出去，依序延伸出去。对吧？好啊，之后这是不是水平线？好吧，就是这条的平行线啊，这条的平行线。好吧，啊，再来，这就是这的平行线。好吧，这就是这的平行线，有没有依序这样子画，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，就不用这么麻烦。这里就是这里的平行线，再来这里啊。有时候他们在画这个的时候都有规则，你要去把规则找出来，有没有啊？当然这考的几率很低啦，啊，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去把它破解掉就好了，知道吧？